不要这片儿啊！我天哪，给你拍的。全军出击！荣耀存于心，娃娃，你给满分，少了娃娃一分都没有。咱打个啥呀？哇，这中单什么安妮儿哈？安妮儿是上来用了两个 W 了，这是让他 A 没关系，他 A 我一下，小兵 A 他三四下，中锋你不补刀？哎，这个刀他不补，可以啊，戳一下，他能身上带着这个底下这个被动，他绝对一级学的是 W 接中锋。戳一下，再戳，平 A 一过来，你到底一不一？我看能不能换一个？哎，我这一刀给我切了！我的妈呀，原来他一级学个这玩意儿就是要这么玩的呀！我的天哪！一Q 不就杀了？我一完以后 Q 没好，兄弟，怎么一Q 啊？哪有一Q？ 一Q Q 都没好，又开始降，又开始降，降几回了？降几回输几回，还降？我这回不跟你开回放，我憋死你！你给我中风！来，中锋现在没法上啊，兵有点多。W 一开，平 A 接 Q， 再戳一过来 A 一下，中锋 A E 戳 E A E A 戳 A， 我们也不用跟他硬打啊、哦，这安妮不补刀，爱补不补。我们就主要跟他打补刀的吧，我们不用杀他，这安妮不补就算了。上路应该是死了，我还把血清了，他补19个刀，我们补22个刀，我们还吃个血。哎，赵信来了，一 Q 耳电，平 A 平 A 平 A Q 一下，这个 Q 怎么给我打断了？戳一下，哎呀，我 W 没抬手，操 ！A 戳，别急啊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要铁男先上，好掏，一过来 ，A 接 W， 好掏，兄弟，这不好杀了，算了，不杀了，一过来戳一下，我也不推线，这波不推了。哎，这没戳到，回头我有盾，这安妮儿怎么这么不怕死，我就纳闷了，这再戳一下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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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接打来，滚，可以，不行就杀这个。哎呦天哪，一口耳裂，这王八还整死了，怎么的？哎，可以啊，
反应是真不行，我帮他挡一下，其实他感觉他能活。真的，我帮他挡一下，我感觉他能活。我就间接的 W 跟着赵信的这抬手太快，我挡不住，你知道吧？你这是俩人也不知道要干啥，这一天天。哎。真内挺。这安妮人就无限一丝蓝在我中路晃晃晃，赵信就左边来一波，右边来一波，左边来一波，右边来一波的赵信，哎呀我操，整得我头皮直麻。中风接意，一补刀往下走，来这边去下路抓一波，戳点炎，再戳平 A W 挡住 A 接戳 E 平 A、哎呀这俩人呐，我天哪，合体召唤兽啊，我操，没事，虽然他们俩合体，但是这个赵信吧，他来回来来回来，我们杀他一波就起飞，别着急，慢慢来。往上走一波，哎，这赵信怎么回血了？闪现一扣平 A 戳，不杀了，吃个蟹。吃完蟹以后吃蓝，起飞了。左边插针眼儿，这个安妮儿现在他有闪，我们注意点啊。吃完中路线吃三狼，吃完三狼吃中线，吃完中线再吃 F6 刷起来，不在线上出现了。赵信七级，找他去。正好把技能都用了，来，先戳 W 平 A， 再 A 再 A 戳平 A 平 A 一死，中风给大招 ，A 接戳，别着急啊，吃药，戳一下平 A 一过来，小炮能不能杀？杀奶妈也行，不行就杀奶妈，杀奶妈啊也行，你能杀你杀吧。都不如杀奶妈了，真的。哎呦我天哪，还不如杀奶妈呢。直接来绿叉，我们不出别的，出绿叉。
不出盾弓了，先出个绿叉子。小炮应该有跳。安妮儿闪现了啊！我们跑的是真快，我发现。真的，我跑的是真快，我发现。中风，不上了。赵信可能搁旁边不上了，老捏个晕，我也不知道搁这干啥。先查个眼，吃他一波鸡。来，把安妮儿杀了。一，一过来 ，A 一 Q 耳链，平 A 一接大招，演员接戳。哎，我发现亚索这个戳怎么老让人给打断呢？好快的刀啊！干嘛？我先中路收波兵。我的漂亮！来，过来捡来，兄弟们，我在这勾引他一波啊！来，王八过来，来，一出耳链平 A， 小傻瓜。气完了，哎，赵信气坏了，我跟你说，气坏了。这亚索出完绿叉也太飘了吧！我操，这人这。感觉我就飞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我整个人飞起来了。有眼儿，有眼儿，这波这个地方有眼儿。我这荣耀一别已久。中风。119刀，我们去上路来一波，往上路走一下啊！上路我估计赵信可能在，赵信80%是在的。我来了，赵信没带大虫子，不敢这么放肆，知道吧？这 R 不起来 ，W 一开，拖 A 一死 ，Q E 二连，回中路。哎呦，好飘啊！这人玩起来手感有点好的，我跟你们说，这绿叉出完，中路线不吃了啊！绿叉盾弓。再加一个无尽之印，来，赵信在这里，这波我们过来啊，安妮儿没在，来先杀赵信，戳一下 ，E 过来 ，A 戳点烟，平 A 平 A 平 A 中风 ，A A A 戳。W 一开，戳一下，再 A， 再 A， 中风一过来，平 A 接大招，戳死 A 奶妈接一个戳，中风一熊，再平 A， 再戳，再 A， 再 A， 再戳一过来，平 A 接中风，平 A 四杀，夸抓 Q， 50块，
五十块没拿到，七十块也没拿到，靠，这波损失一百块。拿条小龙，回家了，无敌了。我在想，我如果先出个无尽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？我们先来把无尽试一试啊，看看到底是有多猛，看看这虚区高不高。1.82攻速，哎，真的，那绿叉攻速好快好快。等我来，这波一 Q 一过来。一 Q 平 A 平 A 中风 A 一下，呀，这小炮搁哪呢？往哪走？哎，你说你能走到哪里去？还上当一个，戳一下平 A 平 A 戳 A W 还中风，一 Q 闪现躲个大好了。我对于我的这个右度啊，稍微有点过于自信了，兄弟们。有盾全杀，好像确实是全杀。下路来一波，哎呀，这卡莎可不好上啊，先走一走，别上了别上了，卡莎死了铁男就得死，铁男死了火蓝就得死，他们几个都是一串的，你知道吧。来这波看看能不能一打四啊，瞅一眼，铁男先别死，不行，这安妮有晕，别着急上啊，让赵信先上，赵信上当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这几个人跑过来推一个下塔，我直接推中去了，我都不跟他们搁这玩，四个人推一个下塔，不去了，谁去谁上当，不去了。怎么的，要推二塔呀，过分了，这来来来来来，过分了过分了，这哇，王八直接被打飞了，全杀，这几个妖德尔人一个都跑不了，出闪大起来，戳 AE W A 戳平 A 一过来，再平 A 一小兵一过来，中风小炮，你跟我跑，你知道我什么装备，你什么装备，你跟我跑，你能跑得过我，我这叫绿叉，兄弟，直接一个 EQ 耳链头血掉，有没有红，打个红 buff，这不能给他造信啊，一个小兵你都别想吃，中风呀，你哎呀，小兵会走位，哎呀，蛤蟆你也别吃了，这都是我的，蟹你也别吃了，回家兄弟，等我盾攻，
守往西进一步。出点魔号，暴击一出了，这很正常。暴击一出了，这波看看十几个了啊！小炮没死，我们走过来，来，先杀小炮，来 EQ 耳链一过来 ，A 杀奶妈 ，A 戳 W，EQ 耳链平 A 戳一下，先戳熊，吸血走位 ，EQ 耳链，哎呀，跟我跑绿叉平 A， 平 A 走位。戳 A E A 死打大龙吧，要我说，算了，小龙吧。小龙，每拥有20%的暴击几率，就会获得额外8%的暴击伤害，看见没？哎，我要是先出一个板甲，然后我再出一个振奋，岂不是无敌？哎，其实应该出饮血剑的哈，但是我想出振奋，我跑得好快呀、啊！这家伙这人这个多呀，我操了！吸点血去啊！来，这波可以打，这波可以打，先杀大虫子戳一下，平 A 再戳 A W 风墙一中风 A 戳，先杀赵信一过来戳一下平 A， 先把奶爸杀了，一小兵被沉默了，哎呦，中风，大龙可以要，来来来来，王八我跟你打，他们去推中，我们打大龙。来，他们推中，我们俩打大龙。我有吸血的，咱们这装备一会儿再搞啊。应该正常的装备是饮血剑配振奋，这个板甲其实没什么用，一会儿给他卖了。先出振奋，振奋出完以后把板甲卖了，合个饮血剑就完事了。没有蛤蟆，算了，回家。没板甲，刚才就没了。没板甲，刚才不有别的装备的吗？也不一定没。我跑得太快了，我这绿叉的。大家可以试试这亚索出绿叉，非常的飘逸啊！哎，我拿下，先杀赵信给大戳一下，死不了。W 戳 A E，A 戳平 A 平 A， 沉默真是烦死了。一 Q 耳链平 A， 再戳一下奶妈羊角，中风 Q。一 Q 耳链给我大过去没有关系，戳一下我们死掉了。把这下路拿了吧。把这个卖了，合个振奋。
再来一个银血剑。这波我估计应该打不过吧，卡莎别死，先杀赵信，漂亮！哇，这铁蓝上像个战神，但是被人一个熊拍死了。先杀的奶妈啊，我们要杀就杀的奶妈。这波队友全死，没有打得过的人。我们先打个红啊，没有我在，他们敢打？这队友一共他们杀了不到十个人，好像我看啊，啊十个，一共杀了16个人。你不等我，你能打得过吗？让我去啊！我没有小兵的情况下，不一定能打得过呀。我去可能会送了，兄弟们，拖一下，走位，再走位，查眼儿，再拖。中风平 A， 这直接给我控到死，我都动不了。哎，我都不去好了，就是这去了没必要，没有小兵给我E，我没有办法操作。那大虫子一个喷，一口燃气嘴给我喷了。换个水银血不行，这大虫子这个沉默时间有点长，这沉默确实时间有点太长了。让你装，兄弟，这不是装。我来之前我都说了，我说我没小兵，我可能打不过。但是队友给我点信号了，那我总不能辜负他们的信号吧？你说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谢谢 KONBOB。这个小炮得杀呀，刚才谁把我杀了？麦林炮手，小炮可能要起飞。走，别打啊，别死，死了其实断节奏。攻速差了点，1.76了，跟他打信号也不走，别带了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别带了，等大龙吧，等个大龙。我们先发木发木，打个银血剑出来，在下头大龙之前我们打个银血剑啊，现在就带线就行了。这车怎么给了不补了不给钱啊？在下条大龙之前打个1000块，暴击一出了没关系，现在会加暴击伤害。这个车不能丢啊！好，五层走了。戳他一下，大龙可以要，赵信死了。我们这波可以去先打个红，先把对面红打了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这波等一下，我马上到。戳一下，再戳。中风，戳一下 W 给上 A 戳 A 再 A， 中风给大招，戳小炮，戳死小炮，还好我们够用，给我杀奶妈，今天把他奶给他揪了，致命点燃，
全是沉默，他们家大虫子沉默，奶妈沉默。现在暴击无尽，每拥有20%的暴击，就会获得8%的暴击伤害。现在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，跟以前是把暴击伤害变成250%，好像还是225%。给大家结个账啊。